灯光又亮起来了，又到了我们的投票时间了。大家可以拿出你们的小点点，开始进行投票啦。我们四周都有我们的圣诞小天使呢，来为大家进行那个收集票的。好，刚刚那首曲子真的很特别哈，对不对？就是很难得有一首曲子是，开始的时候你以为还在调，还在试音，然后结果就开始，不知不觉就开始。现在是企图影响我的票数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企图影响啊，我只是刚刚那一种真实的感受，你知道的。就是太厉害了，才会无法分辨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也许吧。好，那我们大家就继续来进行投票。但是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就要马上呢，因为我们刚刚不小心呢，不小心音场太强了，所以呢，收到一点小小的警告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是会继续为大家主持。如果讲太多，可能等下灯就会暗，那就是代表说我们要下台了。好，没有关系，那我们接下来要欢迎我们的第三回合的演奏者。欢迎红队的邱焕杰，带来是玉美戏曲曲本。白队吕黎元，带来乱世情。来，白队的从这边站，白队。OK， 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欢迎他们两个。太好了，来，我们两个先，我们先来开会一下，那个先到那边，不好意思，再请你们去开会一下，白队。因为刚刚都是他们刚刚都是不同的乐器，就是这次的访问要很小心，因为他们两个是同样的乐器，这样懂吗？就是说，如果说，对啦，就是说，为什么要走到旁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要很平常，就是说，他们访问要很小心一点，就是不要伤害他们的自尊心，因为刚刚是不同的乐器，现在他们同一个乐器，所以如果你称赞别人，就是在伤害另外一个人。对，伤害另外一个人。OK， 好，好，那小心了。好，来来来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好，来这边这边请这边请。好，那我就先问第一个问题，两位谁的弧形能力比较好？刚才就不要问这个。好，不是啊，好好好，那就不要问这方面的问题好了。我们来问一下啊，我们来问一下那个两位的系所好了。那吕里元是哪一个科系的？电机所，计算机科学组。电机所是不是？那你保养的真的很好。对，那这位是哪个博士班？生物产业机电工程大学部三年级。才三年级而已哦。那你今天戴那个是黄色，那个是叫宣那个宣导乳癌防治还是那个癌防治的一个？这是吗？好 ，OK OK， 对对对。你不是很会背系所吗？啊？你要不要炫耀一下？你不是常炫耀说你会被台大所有系所吗？哦，对啊，对啊。大概十五秒。好，十五秒，好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台大总共有54个系所，分别是电机、机械、自工、化工、土木、材料、法律、森林、昆虫、植物、园艺、生传、生机、生科、牙医、兽医、医学、药学、物理、食植物志、工位、医技、中文、生物、外文、人类、哲学、历史、戏剧、组织、资管、公管、国际会计、财经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社工、物理、化学、数学、地质、地理、大气、心理、生化、生物、动物、农业、文化、农经、工程、科学、暨海洋、工程、学习。七秒。今天又再一次展现到我们这个能力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两个人呢要带来这个曲子呢，我们来问一下，这个《乱世情侣》是吕里元要带来的曲子。那《乱世情侣》在讲什么呢？乱世情侣在讲，哦，反正就是一个虚构故事，就是有两个情侣，然后很悲伤的故事。好，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然后两个情侣很悲伤，一对情侣很悲伤。好，那这边呢要带来是《玉美叙事曲》，那有介绍一下《玉美叙事曲》，就是他在诉说就是玉美人民的生活，包括什么收成的时候的那种欢乐的气氛，对，还有他们平常的生活形态。好，这个是比较官方一点的说法啦，因为我们可以看《玉美叙事曲》，它是在1958年的时候写的，那时候1958年中国正值什么时代？有人知道？大跃进。大跃进，没错，太好了，有人反应啊、哦！对，大跃进时代，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，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时代。那时候大家不是要炼钢吗？那个钢的那个液体啊，对不对？大家就会要一起丢，要倒进那个大钢炉里面嘛，这样一起丢进去那个品质才好。所以他们就会因为有司令就会喊说：“哎，预备，起，预备，到，哎，预备，预备。”然后刘文静听到就写了《玉美叙事曲》。好，太好了，有人笑，太好了，有一两个笑，我们就会继续讲下去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我们决定
顺序啦。接下来呢，两位呢要来玩的游戏呢，叫做九九乘法表。来，两位队长，请那个 OK 吗？好，刚刚两次都被一瞬一挤就被干掉了，这个包玉轩，希望可以好不好逆转胜 ？OK， 好来，我们先猜拳，安全。白队来先攻，那我们掌声鼓励，一起来欢迎白队的女演员带来的乱世情侣，掌声鼓励，张丽君，掌声鼓励。Thank you.
伴奏王嘉涵。
们的两大无奇的精彩对决到底要为落选谁守呢？接下来就请观众利用中场休息的时间把票投在小天使的板上，也可以上厕所休息休息。如果想要到后台寻找自己的亲朋好友，请依照前台人员的指示哦。哦，等一下，补充说明，请投给红队，谢谢。好的，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进行，那我们下半场的演出一定会更加的精彩，请大家敬请期待啦。那我们就进行中场休息10分钟。